碗中打入两个鸡蛋，加120克白糖，40克植物油，4克小苏打，用打蛋器将白糖搅至融化。秀秀今天跟大家分享开口笑的做法，搅至这样就可以了。倒入300克中筋面粉，用筷子将它搅成细状。搅成细状后，下手揉成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碗中倒入白芝麻，将松弛好的面团揪成大约12颗左右的小剂子，搓圆备用。搓好的丸子再沾一层清水，最后滚上一层芝麻，再搓圆备用。沾上水呢，可以使在炸的过程中防止芝麻过分的脱落。热锅放油，油温3成热，我们将丸子放进来，小火慢炸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用勺背轻轻推动一下，让它受热均匀。随着油温慢慢升高，丸子呢会慢慢的浮起来，慢慢的也就开口。当开口的时候，我们转中火，整个过程大概炸3-4分钟，炸至像这样表面金黄就可以夹出了。我们的开口笑就做好了，每一个都开了口，晾凉之后个个呢香酥掉渣，非常的香，非常的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。